沈金星信仰见证布道会，耶稣救你得救之道。其实他讲福音多过讲其他的。他每次说耶稣基督才是医治的主，他更把荣耀归于上帝。他时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：耶稣救你得救之道。耶稣基督就是医治的源头，因为有活路，所以我活着。我活着，因为我有活路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医治的主。尊重他人的宗教，更是身为基督徒的我最基本的礼貌。从小啊，对于宗教信仰，尤其是秘术，我非常的有兴趣，而且我很努力的去钻研。人活在世界上是做什么？死了又怎么样？我非常的尊重所有的医学，我不是西医，我也不是中医。我满心的感谢耶稣基督，使用我，透过自然医学将我母亲的病给治好。也因为他妈妈的病啊，他继续的在足疗这方面啊去追求了。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赐生命、灵的源头，赐恩典、爱的源头。凡事都有定时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期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除栽种。杀戮有时，医治也有时。陈星星啊，你是怎么进入娱乐界的？你的女朋友是张曼玉呢，还是郑慧玉啊？妈妈就笑眯着眼就说：“公囝。”可能因为这样，我就当上了演员吧。由衷的体会到，无论多少的医学论事与努力，皆无法真正的解答与满足这个祷告的能力。这些必须是当我的人生无法再走下去的时候，上帝总是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、带领我、引导我。是一切的一切都是要回到圣经。何善啊，何善啊，何善啊！荣耀归于天父上帝，阿门。